天父，我们恭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如果你不恩待我们，我们是一无所有。那今天你让我们有没有宽大的地方？我们如果要夸口的话，是因为我们有位全能伟大的神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夸口，离了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求你恩待，今天早晨弟兄姊妹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崇拜的时候，我们只有将最高的荣耀赞美完全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一无所有，但神让我们样样都有。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传扬你的名，就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被显为大，你的名在这里得着该得的荣耀。谢谢主，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奉献给你，这个地方交在你大能的手里，求你分别为圣，求你洁净这个地方，完全归主所用，让我们真的一心一意尊你为大，尊你为圣，尊你为主，更尊你为王。谢谢主，今天早晨这段时间我们摆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打开你的话语，于是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每次听到的讲到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不但愿意听到，也更愿意遵行你的道。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请坐。好吗？从今天开始，这个殿就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陈书单里面写一句话，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第四家、第五家两个教堂，那两个教堂的名义都是属于基督之家、第五家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啊、哦，你不要以为我们大家可以分一点点。两个人告诉我，我看我，我欢迎他受洗加入教会。我说这个教就是你的，你的家，这个教是你的。他眼睛很大很亮，啊，是我的，那这个人卖了我分多少钱？我说你少来这一套，不要意思啊！这是属于主的啊，我们想都不要想，要归主所用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早晨，请各位翻开圣经，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一段祷告，他圣殿盖好了，他带到神的面前，神与他同在，神对他说话。我们打开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有的吗？这都打出来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
我们这个地方，当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顺顺利利的盖好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顺顺利利盖好？顺不顺利不利？也算顺顺利利了，不然怎么坐在这里跟他？也算顺顺利利的，经过一些波折，想让我们经历过啊，更多的依靠他，也算顺顺利利盖好了。那这个圣殿的硬体盖好了，但是神要求的不是单单这个硬体，这样需要这个软体。对不起，我不是工程师，用你们一些口语哈。我们这个硬体盖好了，完成了，那盖好这个硬体是短暂的、一时的，但是软体的追求、软体的建造是一辈子的，生命的建造是一辈子的。所以当所罗门奉献给神的时候，神要求他的不是怎么在改良、改装、装修这个圣殿，但来是要求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神看人过于人所赐给奉献给他的定义。现在弟兄姐妹，我还要点要比要要重要更新的，才能讲新约圣经。从来神从来没有用圣殿来描写地上的教会。新约圣经神从来没有用圣殿来描写我们聚会的场所。请你看圣经，先给我打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这里怎么说？圣殿是谁？圣殿是谁呀？记得十六十七节一起来读。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那殿就是，那殿是谁呀？殿是人，不是一个建筑。圣经从来没有用地上的教会描写为它就是圣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讲，我们来到圣殿敬畏神、敬拜神，我们有没有讲惯了这种语？讲惯了神也没有生气了。不准确一点，圣殿不是指那个建筑物，那我们这里叫什么啊？殿叫什么？不是圣殿，那叫什么？不然就没有意见。教堂没错啦，聚会的场所，礼拜堂可以的。但真正圣殿是谁？我们结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圣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归主为圣。但我们今天不单单我们这个人奉献给神，神是给我们一个物质的礼拜堂，接着我们恭恭敬敬奉献给我们的神。当然它不是一个圣殿，那今天的圣礼拜堂也有圣殿的功能，这是对的。神要求教会也有圣殿的功能在里面。我们这些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是 office building， 在改装了，变成聚会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地方仍然有神对圣殿的要求一样。硬体可以改，硬体可以卖的。要记得这个罗省的那个水晶大教堂，好可惜，沦落到一个地步被拍卖，还可惜，非常可惜。你不是说那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吗？就像刚才所说的，神如果说你违背了我的约，不好好遵守我的道，我就让这个店丢给人，也不要，很大的警惕。历史告诉我们，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也落到这样的田地。有一天他们从有这个圣殿变为偶像，爱圣殿过于爱神，尊重圣殿过于尊重神，神就不爱惜这个圣殿，任由外邦人拿去。不但如此，一而再的被掳掠，到主后七十年完全给罗马所毁灭。所以今天所罗门圣殿已经不存在，这个硬体的圣殿已经不存在。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最珍惜的、看重的、宝贵的，不是这个有形的圣殿，而是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无形的圣殿。很多东西可以变，很多东西圣经没有讲，
教会很多的运作可以变不一样的，但神要他们记得第一点很重要，为什么要盖圣殿？神说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这两个字很重要，祭祀我的殿。还记得当摩西对法老王说，我们要离开埃及走三天的路，为着要祭祀耶和华，他不过是重回原来离开埃及那个原意，要祭祀耶和华。祭祀包括奉献，包括敬拜，包括献祭 sacrifices 给神，所以一切对于神的都包在里面，都有祭祀两个字来描写。那地方可以改变，祭祀不能变；人可以改变，祭祀不能变。摩西要求如此，所罗门要求也是如此，在旷野需要如此，在有国度的时候需要如此，几百年之后没有变过，祭祀耶和华这个原意没有变过。可能那个地方不一样，可能那个场所不一样，但是那个原意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巴楼10340可以祭祀耶和华，来到这个地方，请问这是几号？10420，记住它哦。可惜陈书上没有新地址啊，在10340祭祀耶和华，来到10420一样的祭祀耶和华。在我们那个小小的礼拜堂可以敬拜神，有人说我们来到我们那边的教堂比较扁，就没办法那个地方的限制啊，不然你调过来变成很长，对不对？在比较如此，那这个地方好不好？有没有比那边舒服多了？有没有？那我离开你也远一点，前面要近一点。那无论怎么样，地方可以变，人可以变，但是敬拜神的这个祭祀原意是不能变。不能变，以往怎么侍奉神，这里一样来侍奉神，就说怜悯我们祭祀耶和华，这是圣经中一个不变的原则。在教会当中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可能圣经都没讲的，真的没讲，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比方说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女生在中间走进来，男生在前面挡，谁规定的？我问过很多老牧师，他们都不懂。我做牧师第一次要主持婚礼，我说老牧师为什么这样，我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也搞不清楚，那为什么是女生走进来男生在前面挡？为什么不是男生走进来女生在前面挡？而且那个男生还要笑嘻嘻的，带着满足的喜乐看着新娘走进来，为什么新娘不是两块三步跑进来？为什么你慢慢等叫他进来？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他也搞不清楚。传统是这样，那无论怎么样，你怎么走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它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这样。在教牧学当中，很多人教会里面很多运作都不懂，都不知道怎么做。有些人心转到了问我牧师，那我举行丧礼的时候，对不起，第一天就讲丧礼。那上你的那个灵柩啊，那个棺木要去的时候，无论是礼拜堂也好，是殡仪馆也好，他要去的，对不对？那去的时候，主里的牧师到底走在前面还走在后面？你见过没有？还是不走？我通常很少走，前面还后面，就是我也没有答案。那我说很简单嘛，只要你不躺在里面的，走前走后都可以。没有一定的规矩，但是问题是说教理也是一样，但那个原意不能改变。原来这个地方奉献给神、敬拜神、赞美神、侍奉神，这些原意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很多的改变，我们说跟旧堂有没有改变？这里做了很多什么？做了很多灯，你有没有看到眼花缭乱？后面有没有水滴架？有虚拟的形象，那讲台有没有不一样？这个讲台有，这个讲台玻璃透明的，
要牧师的肚子不要太大。啊，那都不一样。那个翻译师班的师班徒也师班袍也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哎，很多都不一样哦，很多都不一样。那我们人有没有一样？人都不一样，就糟糕了，都跑光了。感谢主，有很多可以变的，很多事情有些也不能变，一个真理的原则不能变，教会的功能不能变，教会的这服事的原则不能变。你可以增加些东西，减少的东西，祭祀耶和华，这是教会需要的。Offer sacrifices to Lord of King and our God， 这主怜悯我们。摩西时代是这个样子，所罗门时代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有形的圣殿是如此，当然有形的圣殿也是一样。对神要求这个态度来对他，主主帮助我们刚才的立志向神祷告，有没有求神用你？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当中，尽你的本分，在旧堂是如此，在新堂一样如此，应该是更进步才对，对不对，弟兄姐妹？应该更奋心的爱主，更多的爱主，更多的跟随主，这是应该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圣殿的存在，为着要祭祀耶和华。不但如此，我们最近还有家的观念，就是基督及家。家的观念，祭祀耶和华的意味说，你来到神面前，有时候摆上，对不对？奉献给他，祭祀嘛，就给他的，不是来拿东西的。你回到家也一样，我回家是拿东西的。见着这人不来聚会，问他为什么不来聚会？因为没有得着，所以没有来聚会。其实哦，你要一般他是不是要得东西的？啊？你每次回家是拿些东西走的，你回到家里面，当离开你爸爸的时候，爸爸我拿什么东西给拿走，我没有得着他是不来的，很奇妙的事情。当你存心要摆上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多；当你存心要得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得不到什么。来到教会里面，你是 offer sacrifices， 你是为主摆上。所以今天早晨你来到这里，带什么来？带什么来？神在这地方说，我们不能空手见神，不能空手见神。当然，不单单只带钱来敬拜神，带你的心来敬拜神，带你所有来敬拜神。来到神面前，今天早晨我来敬拜主，主我带什么来见你？我带什么？很奇妙。当你预备摆上的时候，你丰丰富富的得着，当你预备要得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空空的。就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机会得的人，要做一个回给的人。给神什么？今天来，这里是祭祀耶和华，摆上一切。第二，圣殿要祷告，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圣殿用来祷告，神听祷告，神同在。在这里，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我希望今天我们可能太兴奋，聚会之前还非常吵。我向我们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祷告的地方，不是菜市场。希望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到礼拜堂，安安静静坐在这里，找你的位置，尽量坐前面来。放心啊，牧师离开离台远一点，不要看得怎么远的。你尽量坐前面，好好安静心祷告。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耶稣在圣殿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引用以赛亚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祷告是仰望神，祷告是寻求神的命。祷告这里，人要自卑，要谦卑下来，很奇妙，弟兄姐妹。一个人越祷告，越会祷告，他越谦卑；一个人越不祷告，你越骄傲。你看，一个人骄傲谦卑的，可以意味着他是否好好祷告。在一个伟大的神面前，你祷告的时候，才看见自我的渺小；在圣洁的神面前，你祷告，你才会看见你自己的卑微，
败坏。在一个伟大的主面前，你是小的不得了，我是小的不得了。神要求的不是一个堂堂皇皇的礼拜堂而已，这要求你这个人是真的归主为圣，好好祷告仰望他。我这里送给你一句话，神看重的不是人的工作，神看重的是工作的人。有没有差别？很大的差别。我们只要求我的工作做得很好，业绩很好，给人称赞，但神要求的不是你做了多少工作，神要求这个工作的人是怎么样，人对事就不对，人不对无论你怎么搞都不对，无论工作怎么堂皇美丽都不对，因为人不对。求主帮助，永远支柱。神看重工作的人过于人的工作，一起跟我讲，神看重工作的人过于人的工作。不要对人讲，对自己讲，神看重我这个人，这一个人不对的话，做很多神都不悦纳。不要以为我用工作来弥补我的亏欠，不要用侍奉来弥补我的软弱，不可能的，这是外邦人的方式，可以弥补，可以做善行，不是的，神永远看见。所以神在所罗门奉献殿给神的时候，神一而再的提醒他，神要的不是那个殿，神要殿中的人更重要。求主怜悯我，有没有个心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我们去亲近这个伟大的神的时候，我们才看见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配，我们就要低头下拜。第三，这个殿位要寻求神，寻求神的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存在在这个地方到底意义何在？如果人在教会以外找到的东西，他需不需要来教会？我再说，我再问一句，如果人在教会以外找到东西，他不需要来教会，教会都有他也有，他何必来教会？他来教会因为在世界找不到一些东西，他要来教会，因为外面的东西没有的，教会有他没有，那你就知道教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供应一些世界所没有的东西，是供应一些世界找不到的东西。他们在世界找不到是什么东西？寻求神的面，神的面在这里应该被寻找到。来到礼拜堂不单单见你跟我的面，不是，他要寻求神的面。一个人给神遇见的时候，碰见神的时候，看见神的脸的时候，他一定会转离他的恶行，很自然的，很自然的。遇见神越多，他转离越多，因为圣洁的神就让我追求更圣洁。我刚才提到，当你亲近这位、遇见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我的卑微、败坏、污秽慢慢的拿掉，会看见神。记得吗？当以赛亚圣经中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祸灾我灭亡了，或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记得这段圣经吗？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只要看见自己卑微、败坏、软弱。我来这里，我要寻求神的面，越寻求他，越亲近他，你会越圣洁；越寻求他，越亲近他，你得到一样东西是世界所没有，你带来生命的改变。多少人在那个地方生命被改变，因为他遇见神。不是你来到一个大的礼拜堂你就被改变，不是的，你被改变因为你遇见神在这里。旧堂是如此，新堂也是如此。如果人在这里遇见神，我们是空空陷在这里，没有用的。你看水晶大教堂，没有人遇见神的话，能遇见神，因为教堂没有存在的价值，被拍卖，好可怜啊，弟兄姐妹。我去那边观光过，我看过，但是当遇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自己好难过。我们都是教会，为什么落到这样的田地？是不是失去了这些东西，外面不能弥补的，里面失去的，我们需要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地方可以改变，但是里面的原则不能改变，这都是归主为神。当神跟他立约的时候，神同时有应许，
的应许当中有三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哦，我有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婚礼跟我们敬拜神有很多类同的地方。我们以前同心同气有位弟兄，一表人才，有学问，又聪明，带领聚会，带领财，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几千一样。没有遇见他的配偶帮助他，我讲的对不对？没有遇见他的配偶帮助他，所以他很自由自在。我们师母介绍很多女生给他，他不满意。我们看着很满意，他不满意，有什么用啊？不是我们娶啊，是他娶，没有用。那怎么办呢？他也不没有离开教会，幸亏哦，不然这里没有，就别的地方找了，是不是？他没有。那感谢神，有一天神差派一个姐妹来，但对不起，不用差派两个字。有一天，某某姐妹的女儿来了，有一天上帝劝我偶尔，看他两个人在一个礼拜堂后面，两个人谈得好开心，那牧师眼睛有时候蛮厉害。所以你男生跟女生讲话小心了，你们哈，我一看，哎，好事近了，果真如此。过了不久，他找我婚姻辅导，他以为很秘密，我说没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记得吗？爱情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人家看不见，谁知道普天下都知道了。他看见，那我为这位弟兄，我特别为他预备一篇道。他婚礼的时候送给他的，因为到我后来想的时候，我发现跟我们服侍主很类同的地方，那三点都是三点啊，不多的。第一点，约比礼重要，还记得吗？约比礼重要，婚约比婚礼重要。刚才你读圣经，神要不要跟所罗门立约？我跟你父亲立约，现在我跟你立约，如果你违背这个约，这个殿就没有了。神看那个圣殿奉献典礼会很隆重，这重要的不是那个礼仪，重要的怎么跟神立约。果真如此，让他们后代违背神的约，神的圣殿都不要。婚约比婚礼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结婚了，婚礼是一时的，婚约是一辈子。很多人用很多心思意念去筹备了一个非常怎么样世纪的堂皇的华丽的婚礼，这好可惜，不就叫离婚。他没有好好预备婚约，但是预备婚约。第二，人比事重要。你看圣经，神一而再的针对要求是人的需要，你来寻求我的面，你谦卑自己，你祷告，都是要求人，也没有要求这个点，这个硬体的地方，神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求这个敬拜的人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走进婚姻当中，人比事，人比物，人比钱都重要。第三，里面比外面重要，里比外重要，外面可以改的，里面对神的存心很重要。耶和华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去香蕉为什么有剥皮啊？为什么？要不然去香蕉剥皮的，因为你要里面，你要的是里面，所以把它开开的皮。来到我们神的面前，神都一样，神要你的里面，我的里面怎么样？在神面前，外面可以虚假的，装假的。里面不能假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今天早晨来到主人面前，你存心如何？我存心如何？你敬拜神里面存心如何？叫神知道。就如怜悯我们，神邀请他的百姓，不单单奉献一座有形、华丽的、堂皇的、名贵的礼拜堂给他，神奉要人奉献这个人给他，对神看人为物。所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应许三件事给他的子民。他说：“我的名在你们当中，我的眼在你们当中，我的心在你们当中。”
当你寻求神的面的时候，这是应许，他的名在这里，他的眼在这里，他的心在这里。神应许我们，神的名让我们怎么样传扬他的名，不要整天看好口号。那天我看电视传一句话出来很有意思，我感觉很有意思，可能你都听过啊，口碑比口号重要，你们听过啊？啊，不要讲什么广告啊，你的眼中看见五家有好的口碑，那神的荣耀归给神，对吧，弟兄姐妹？神的名在这里，神的名应该被高举，被荣耀。神的眼在这里，代表着神的看顾与鉴察；神的心在这里，代表神的顾念与爱护。神爱我们，神的心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不为别人，单单为神所用。神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这是大家最大的荣耀。所以神赐福我们，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敬拜你，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名在这里被纪念。好，所以我们以下的时间，用圣餐来纪念主的时候，让我们 与神的心心连心，圣教神教当中设立你的宝座。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